在过去的25年间，全世界已经有1/4的土地出现了退化状态。这不只是农业问题，这跟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都有关系。与土地建立友善的关系，让大地能够呼吸，不单是农民的责任，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努力去实践的。